你有多久没有提笔写字了？对于传统艺术，你是否既向往又觉得遥不可及？你是否冲动买过巨额课程卡却虎头蛇尾？你是否希望辛苦收工后能在优雅空间里放松身心？沪上首创如野驿站流转艺课 Walking Arts， 用东方艺术滋养心灵，满足你的所有要求。这是基于体验和社交、分享和共享的全新艺术体验与休闲生活方式，将严肃的传统艺术课程全新定义和设计，专业的指导老师和艺课顾问在各个知名品牌空间进行流转教学，最大程度的方便学员学习。学员可以在同一空间的固定时间周期内完成一门或多门艺课学习，上课同时还可免费享用品牌空间的饮品小时。各个地点的学员在同一周期内可以邀请朋友同行体验，或者到别处空间串门体验。课程周期结束时会为学员举办联合艺术巡展，当艺术课程足够丰富，合作空间足够多，人与人将被艺术链接，如野驿站终将温暖整座城市。学员将来可以随时随地发现身边的艺课和空间，便捷报名，即刻体验，收获人与人、人与艺术的多元交流和美好情感。现在你有很多方式支持如野驿站 Walking Arts 的发展，这是一场从书写的力量到东方艺术流转的个人体验与集体分享之旅。你是不是很期待在近在咫尺的共享空间里会遇上怎样的艺课、导师和小伙伴们？